地震是今天中午12:23，从江丹号火车由台北抵达台中的。接着他来的有中医师沈正强和三铁皇后吴子云。当他们下车之后，他们受到沈于台中起端女子全运队的热烈欢迎。据地震告诉记者说，他已吃过两次药，已经见效。今天下午，沈医师陪着他要到日月潭做旅行医疗，他希望这种医疗能够对他更有进步。